欢迎韩国达人布丁，还有 AT 少女队 AB 郭天。好，这次呢，趁着布丁刚从韩国回来，偷跑回去是不是？对，返乡探亲，返乡探亲。然后这次又有很多新的饮料、饼干跟点心要介绍给大家，我们就先来介绍去韩国好一定要喝的几款饮料。看起来这好特别，是樱桃的图案，对，是不是维他命 C 之类的饮料是吗？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也觉得很特别，这个是这一次我去观光地区那些有些地方会有一个养乐多妈妈，就像我们那种养乐多妈妈，对，养乐多妈妈，它是一个自动车，然后他们买的这便利商店都没有。这是养乐多妈妈在卖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在路上，你必须要有运气碰到养乐多妈妈，不然便利商店找不到哎。养乐多妈妈是这样跟我说的啦，真的，就后来养乐多妈妈跟你讲完之后，你在便利商店看到一整排，被骗。这个我在韩国便利商店还真的没有看过，好酷啊，这好不是，我以为是优酪乳之类的，是啊，我也以为像什么什么园艺有没有？园艺园艺，对，蔓越莓汁哎，蔓越莓汁，我看。它没有到很酸，但是它的酸度还是会让我眼皮抽搐一下。酸到让眼皮抽搐？那有时候酸呢、啊？喝到酸的时候，你的眼睛都会稍微的揪，眼皮会揪紧。对它没有往后酸下去啊，只有一点点。我懂那种感觉，就是做那个眼压测试，突然被那个抽筋的时候就揪了一下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喝过那个台湾的那个蔓越莓汁、Ocean 什么包包瓜、Ocean 包包瓜？对，我觉得它比 Ocean 巴拉巴拉那个牌子。没有那么甜，但是酸度有比较酸哎、欸，觉得不酸、欸，你就不酸、啊，不酸哎、欸，我觉得它没有甜，因为他们这个卖的都是就是可能一整天就是你需要的补充的东西哦，它那应该比较像是 Energy 妈妈，就是补充精力，有没有？真的，台湾就是养乐多妈的，还就是养乐多品牌系列商品，牛奶，但它那应该是打开之后就是各式各样让你补充能量的，对，我喜欢白色这一点。哎，我刚刚就想要看这个瓶盖有玄机，感觉很有质感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很像是护发乳，护发素吗？哎，会其实护发素，你再打开大家喝中毒啊！吓死大家是吧？对啊，给大家真的有玄机，它瓶盖哎，那两颗是干嘛？那两颗是干嘛？怎么会有饮料有两颗？台湾的饮料好像都没有，台湾的没有这样子，我觉得这超神奇的，好可爱哦！韩国当地就是太忙啊之类，然后就是真的补充。比例啊，一些保健食品之类都会做成这样子，就是它是胶囊，然后再搭配里面是优酪乳之类的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到了，连胶囊一起喝下去。他们的饮料也很反映出韩国人的工作压力或生活压力真的也很大，对，对不对？这样连饮料都已经要盖子瓶盖上面都要有，对，都要维他命在上面，这是我觉得超新奇的一个东西。它是可以配着饮料一起吃的胶囊，好像促进肠胃蠕动还是保护肠胃的。哦，好酷，它真的很酷。你不用特别把它那个药拿出来，你直接打开之后直接喝进去。Okay, okay. 是优酪乳吗？应该是优酪乳。你不要那么害怕，鼻孔睁开的眼神，你看什么？对啊，你不要到时候喝下去，真的两颗从鼻孔跑出来。恐怖。这也是养乐多妈妈才有在卖。养乐多吗？这也是养乐多妈妈才有的。妈妈卖好多东西哦，优酪乳哦。它是优酪乳吧？它优酪乳好喝、哦，我记得没错，对。它是奶味重的优酪乳，对。好喝的优酪乳，真的好喝。它这个优酪乳是，甜度稍微再甜一点，嗯，然后可能比较稀，比较水一点，没有那么浓稠，但是它的那个甜度是蛮甜的。我去买了一次之后，就是只要看养乐多妈妈，我就会买。一定要找养乐多妈妈买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便利商店是没有，因为我好跟这个一样，他说没有。养乐多妈妈好注重大家的健康。我觉得韩国人的这个设计好特别哦，压轴中的压轴，为什么放在最后面一个介绍？这个太酷了。它有一个，有个干，有个干护肝的，它是养肝饮料。它有分一般的，跟这个是新的，是强的。这个是强的，嗯，它好像有分吗？而且它一样哦，比例不一样，它也有药在上面哦。是的，它一般版的也有，对，好酷哦，超酷的，这真的都是只有在养乐多妈妈的探测，这个也是在养乐多妈妈，对，我觉得没有，会不会自己出去了以后，大家都狂在找养乐多妈妈在哪里？没有，我发现养乐多妈妈是药头。是药头，行动药头哎，一样药是装在上面的。刚刚你们那是胶囊，它这是定状。对对，它有那个
新麦比，这个很特别，它是超酷的人参饮。它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超漂亮的，味道那味道蛮香的，很优秀。我觉得它有一种熟悉的味道，我想一下，优酪乳西式加人参味。就是人参优酪，对，但很好喝，它是真的好喝的。但我有点吓到，它是人参，但它不会苦，但它又是酸酸酸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对，就是加优酪乳嘛。人参加优酪乳的香气，它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个药，或者是一个很难喝的中药材之类的东西，不会不会，不用抗拒它，真的你就当一般饮料。喝的是在地人就推，就杨乐妈妈他们都爱卖这个，妈妈真的很厉害，很推这个，台上也都是这样摆的一罐一罐让你挑，哦，还会跟你介绍有没有？他们韩国药头这么明目张胆，去韩国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尝试自己款型饮料，而且一定要找那个杨乐多妈妈，对，行动药头。便利商店是没有的，有便利商店没有哦，好不好？谢谢布丁，大家去韩国的时候一定要来尝鲜一下，一定要喝看看，真的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还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